这位呢是明星莲，周润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。那么在大陆浙江这边，有一位计程车司机长得超像发哥的，尤其是他笑起来的时候，这眼角的皱纹和发哥，大家说相似度简直达到了99%，可以说是发哥的翻版。无论是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还是肤色，看起来根本就是周润发，不过其实他其实在大陆浙江开计程车的问奖李文彪，因为和发哥实在是太像了，这位问奖被网友称作彪哥。仔细比对两人的长相，眼睛的皱纹最相像，还有那圆圆的鼻头、笑容、弧度，相似度高达99%，简直比周润发的专业替身文祥还要像。让子弹飞，让替身文祥在亚洲爆红，但其实彪哥也曾因为太像发哥，被无数的乘客认作是大明星，更被导演相中要拍戏。只不过彪哥选择另一种生活，专心开车赚钱养家。看来彪哥连爱妻护妻的性格都像发哥。